好，来，我们开始来看一下。来，我们先把成见表很快再看。好，第一个，我们讲过，成见表里面呢，来，也就是说呢，均可容的是哪些？均可容的。好，第一个是均可容的，阳离子是谁？Ta 族，还有什么根？氨根。或者是阴离子是谁？醋酸。硝酸。硝酸根或者是什么根？醋酸。醋酸根，这些是不是均可容？氨根会写哈 ，MH 四正，是不是氨根？好，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如果说遇到是均可容的话，如果说我们是写 Ma 2 CO 3这个净离子应该要写什么东西？如果说我的净离子，钠离子要不要看？不要，所以写成谁 ？CO 三二负，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说呢，我是 Ma 2 SO 四，我的沉淀的净离子就写成 SO 四二负。好，我是 Pb Mo 三刮五二，我沉淀的净离子就写成 Pb 二正。我是 Ba。刮弧 MO 三刮弧二硝酸钡，我的沉淀的净离子就写成什么离子？钡离子，这样子有没有问题？这上次有讲过，对不对？好，再来第二个是大部分怎么样？大部分可容，少部分沉淀的有哪些？我说过第一个你要钡谁？铝、锈、铁，好，与哪些会沉淀？牙孔，牙孔要怎么写 ？Hg， 对 ，Hg 什么？二正，再来呢？亚铜，再来是银、亚铊跟铅会沉淀，其他是不可溶。老师有教各位口诀嘛？哈，铝、锈、铃跟谁？阿公、牙孔、阿公，铜是一价的铜，是不是一铜？银、它、铅，对不对？好，那除了钡这些之外，也就是说，铝、锈、铃跟阿公，啊，铝、锈、铃呢，跟阿公一铜怎样？银、它的钱。好，铝、锈、铃跟阿公一同去银它的钱，可以吗？好。好，那这里呢，今天要加倍一下。现在呢，要再多记一下。原则上，来，你稍微写一下，像 Ag、Cl、Pb、Cl2， 这是氯化物的沉淀，它们都是什么色？要记一下，白色。氯化物的沉淀都是白色。再来呢 ，Ag。B 牙、溴化银跟溴化铅，这些溴化物的沉淀呢，大部分都是什么色？淡黄色。再来呢 ，Ag、I 跟 Pb、I2 这些沉淀，大部分都是什么色？它们是属于深黄色，这样记一下。氯离子的沉淀什么色？白色。溴离子的沉淀淡黄。碘离子的沉淀深黄，可以吗？好，颜色要稍微背一下。好，那第二个，来，老师有讲过，这叫什么根？这叫铬酸根。好，铬酸根的沉淀，好，铬酸根的沉淀。好，铬酸根与哪些会沉淀？银、铅、锶、钡、银、铅、锶、钡会沉淀。其他是不是可溶？对不对？好，银、铅、锶、钡可以把它看成叫做铝、锈、铃、牙膏各怎样？他们两个各银、铅、锶、钡。好。各零钱十倍，那其中呢，这里要特别注意了，来，这里要心里写一下，
铬酸盐的沉淀，铬酸根的沉淀。好，铬酸根沉淀呢，大多为，因为铬酸根本身就是什么色？黄色，所以铬酸根沉淀大多为什么色？黄色，像 B A C R O 四 S R C R O 四钙啊，然后呢 P B C R O 四这些都是什么色？黄色，这些都是黄色。但是呢，这有个例外，但是这要背一下 A G two C R O 四。这个很特殊，这是什么色？这是砖红。只有这个是砖红，大部分都是黄色，只有这个是砖红，可以吗？第三个，硫酸根与哪些会沉淀？钙离子、钡离子、锶离子跟什么离子？铅离子会什么沉淀？对不对？其他是不是可溶？好，其他可溶。好，那老师一下，硫酸根我们讲过，就是硫酸根怎么背？留下很酸的一句话，留下什么话？钙，然后呢？钡、锶、铅。哦，因为呢，他们前辈李秀莲跟蓝空赢走了，所以说他是钙、钡、锶、铅，对不对？好，那老师一下，硫酸根的沉淀呢，大部分都是什么色？硫酸根的沉淀呢，颜色要背哦，大多为，即使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都是白色哦，硫酸根沉淀呢？为什么色呢？为白色，像 C A 啊、哦、S O 四，好，还有呢 P B S O 四 ，V A S O 四，还有呢 S R S O 四，这些呢都是什么色？这些全部都是白色，这样听懂这些色吧？大部分都是沉淀，只有少部分可溶，对不对？好，第一个来，我们有说过，第一个叫什么化物？硫化物，除了谁？除了 1A， 还有谁？氨根跟几 A？ 2A 可溶之外，好 ，2A 可溶，其他的呢？鱼、菌。沉淀，对不对？好，那其中呢，你写一下哈、哦，这边呢，把它写一下。硫化物的沉淀，后面把它补充一下。硫化物的沉淀呢，大多都是什么色？硫化物沉淀大部分都是黑色。硫化物的沉淀大部分都是黑色，可以吗？除了谁之外？这个要背一下 ，GM 什么 ？GMS 这是什么色？白色，哦，白色。这个白色在哪里可以看得到？硫化锌，你现在抬头看一下日光灯管。那个日光灯管呢？它本来是玻璃管，对不对？它里面看起来是白色的，那个白色就是这个东西 ，GMS。你看得懂吗？哦，好，再来呢，还有呢，稍微背一下，两个要记一下 ，MMS 这是什么色？这是氮，
硫化物呢，大部分都是什么色的？黑色的，除了 GMS 是白色 ，MMS 是什么色？淡红色，这样听懂吗？第二个叫氢氧根，氢氧根呢，除了谁 ？Ea， 还有呢？氨根，还有呢？好，钙丝贝。好，钙丝贝可溶之外，其他的都是什么东西？沉淀。好，其中呢，你稍微写一下。第一个，氢氧化钙这个东西呢，它虽然是在这里是比较可溶，对不对？事实上呢，它是属于没有到完全可溶，它是属于微什么？微溶。哦，它是属于微溶，也就是说它会溶解，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沉淀在底下，这样听懂吗？它溶解度没有那么好，哦，它溶解度没有那么好。它是可以溶，但是呢，溶解度没有那么大，就是说原则上部分溶掉而已，这样懂了吗？好，再来第二个，好，氢氧根的颜色要看离子的颜色，例如说，来各位可以看一下，好，如果说呢，这是离子，好，如果说我今天是 Cu2+，好，请问一下 Cu2+什么色？Cu2+是蓝色，那所以说 CuOH2 是氢氧化铜，颜色会比它稍微淡一点点，它就是比较类似蓝色跟白色之间，有点接近蓝白色。然后呢，那铁这里特别注意，铁二正什么色？钴三正哦，二正叫什么铁？芽铁，芽铁是绿色，所以说呢，氯化氢氧化芽铁，这是什么色？这是浅绿色。好，再来呢，这个 Fe3+，这是什么色？这是铁离子，这是红褐色。那所以说呢 ，FeOH3， 它会比较接近黄褐或红褐。它颜色会稍微淡一点点，这样可以找到这次了吧？可以吗？哦，所以氢氧根的离子，氢氧根的沉淀，你就说一定特定什么色？没有，要看它的离子，这样听懂吗？可是呢，像如果说呢，来，你找这边可以擦掉吗？这边擦好了哈。好，请问一下，像氢氧化镁、氢氧化铝这些是无色的，可是呢，它们的氢氧根在水中就会是什么色？就是白色。哦，例如说，再举两个例子，像铝离子跟镁离子，这些呢，它们是无色的。好，可是呢 ，AlOH3、MgOH2 这些都是什么色？它们就属于白色。这样听懂这次了吧？这样有没有问题？好，第三个，来，碳酸，来，这叫什么盐？碳酸盐，这叫，这不念硫酸盐，这念什么？亚硫酸盐。好。再来呢，这念什么？磷，注意哦，是 PO 级，是几步？三步。这念什么？这念磷酸盐，
DO 是三步，这些呢是除了谁？除了哪些可溶？除了 DA 跟谁？氨根之外，其他都沉淀。好，除了 DA 氨根之外，其他的呢？好，鱼呢？均沉淀，而且呢，它的沉淀的颜色都是什么色？它的沉淀呢，都是白色。好，它们的沉淀都是白色。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可以吗？好，这是沉淀的颜色，可以吗？记起来吧。好，再来，要请各位补充的，来对，准备一张白纸，稍微写一下哈，准备补充的。好，我们要补充的，好，第一个，好，沉淀物哦。有些沉淀，它本来就是沉淀，可是呢，我们加了某些东西进去之后，它又怎么样？沉淀是不是又溶解掉了？好，第一个，哪些沉淀呢？来，第一个，可与酸作用的，来，总共有四个，我们稍微记一下哈。第一个，可以跟酸作用的有哪些？好，第一个呢，来，表示一下，可以跟酸作用的东西，稍微要记一下。第一个是什么东西呢？来记一下，这叫什么根？铬酸根。铬酸根本来是什么色？黄色。好，各位先请你看一下，铬酸根，好，它本来是黄色。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这是铬酸根。加上两倍的 H 正，在酸中，它会变成 CR 负 O72 负加上水。好，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色？铬酸根是黄色，啊，这个是什么色？这是橘色，这样听懂吗？所以说呢，铬酸根呢，来，我们写一下，铬酸根。它是黄色，好，它是黄色，它在酸中，它会变成二铬酸根。留下二铬酸根是什么色？橘色，在碱中会变回，在碱中是会变回来，这样听懂吗？所以说呢，来，铬酸根在酸中会变什么色？橘色。所以铬酸根就会，是不是就会消失？好，啊，注意哦，口诀很简单，酸中会变什么色？橘色。所以记一下这个口诀，酸橘酸橘。所以铬酸根在酸中会变橘色，其实吃起来是酸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到铬酸根它在碱中是什么色？黄色，在酸中是什么色？橘色，可以吗？好，那因为呢，这个沉淀，这些沉淀本来是铬酸根都会沉淀，哪些会沉淀？磷、铅、铯、钡，对不对？哦，磷、铅、铯、钡会沉淀，对不对？好，磷、铅、铯、钡会沉淀，可是呢，变二铬酸根之后，是不是沉淀就消失了？是沉淀就消失了。所以说呢，因为变二铬酸根这个东西呢，它不会跟磷、铅、铯、钡沉淀，它不会沉淀，
它不会沉淀下来，所以说你就可以推出来各酸根的沉淀。好，也就是说呢，各酸根沉淀哪些？铅、钡，还有呢锶，还有呢银，这些东西呢，它加上酸，它的沉淀都会怎么样？沉淀呢都会复溶，重新又溶掉了，这叫复溶。沉淀会复溶，你这样听懂了吗？它会变成什么东西？会变成二个什么酸根，所以它沉淀会复溶。这样听懂这一次了吧？可以吗？也就是说，这些本来都是什么东西？小朋友，这四个是不是沉淀？加酸进去，铬酸根全部都变二铬酸根，二铬酸铅、二铬酸钡、二铬酸银、二铬酸锶，这些东西它不会沉淀下来，所以沉淀就溶解掉了。这样听懂吗？这叫沉淀复溶。这样有没有问题？记住喽。所以铬酸根呢，会与什么东西？它会跟酸作用哦。铬酸根它可以跟酸作用，它会变成二铬酸根，好，这是第一个。所以来老师问一下，会与酸作用的，来第一个，哪些东西会跟酸作用？会跟酸作用的，哪些东西会跟酸作用？铬酸根会跟酸作用，可以吗？第二个，会跟酸作用的金属的氧化物或金属的氢氧化物，请问一下，金属的氧化物或金属的氢氧化物，这些都是什么性？这些金属的氧化物或氢氧化物是大部分都碱性的，对不对？那碱性的会跟谁作用？它遇到酸，它就会又会是会作用酸碱中和，它是会作用掉。它会把它溶掉。例如说，来，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 ，AlOH 3这个的沉淀遇到，来，各位可以看一下三的 S 正，它会变成 Al 几正？三正加上三个水。好，各位可以看一下 AlOH 3ALOH 3加上三个 H 正，它会变成 AL 3正。注意 AL 3正又是溶解，加上三个水，注意一下，这是一个沉淀，它是又变成遇到酸，它是又溶解掉。所以说，它们这些金属化合物的碱性的，它的碱性遇到酸的作用，所以说你把它相去一下。它会，这些它会附溶于什么东西？它会附溶于酸，所以它遇到酸它也会作用，这样听懂了吗？金属的氧化物跟氢氧化物遇到酸也会作用，这样可不可以？好，那下面这一个呢？第三个，
好，第三个，哪些遇到酸会作用？打两颗星星。好，常见的，来，老师下，这叫什么沉淀？碳酸盐的沉淀，这叫亚什么？硫酸盐的沉淀，这叫磷酸盐的沉淀。我说过，这些的沉淀呢，原则上除了 EA 氨根之外，其他所有沉淀，这些的沉淀加上酸。会变什么？来，个别注意一下，有 CO3氯复制氢碳酸盐遇到酸，它会产生二氧化碳的什么气体？亚硫酸盐遇到酸会产生二氧化硫的气体，磷酸盐遇到酸会产生 HPO42， 抱歉，这是 PO43 哈 ，PO43， 它会变成 HPO42。好，这是水溶液。所以说呢，这三个都可，它们的沉淀遇到酸就会怎么样？是不是就会溶解掉？哦，也就是说呢，我的碳酸盐的沉淀遇到酸会产生什么东西？二氧化碳，它的沉淀就重新溶解掉。哦，都可以看一下，碳酸盐的沉淀遇到酸，它会变成 CO2 加上水。好，亚硫酸盐的沉淀遇到酸，它会变成 SO2 再加上水。所以说呢，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碳酸盐的沉淀遇到酸会产生二氧化碳，亚硫酸盐的沉淀遇到酸产生二氧化什么硫，那磷酸盐的沉淀呢，遇到酸是产生磷酸氢根，它都会重新溶掉，这样听懂吗？都会重新溶掉。所以这些沉淀可怎样？他们都可以不溶于什么？不溶于酸，可以吗？最后一个，好，它总共有四个会不溶于酸，很多的来，硫化物的沉淀，部分硫化物的沉淀可与酸呢，好，可以酸结合，然后呢，它会生成一种气体，叫做 H2 什么 S。那你说老师部分是哪些？来注意哦，没有说全部的硫化物遇到酸都会作用，但是部分的硫化物遇到酸作用，它会产生硫化氢。硫化氢是一种恶臭，这个东西呢，它有苦软味。它会有苦软味，哦，苦软味，臭鸡蛋的味道。那哪些硫化物遇到酸会产生 H2S 呢？来，我们稍微背一下哈，刚好用到之前用的活性表，刚好可以用到它。例如假设什么？例如假设贝斯钙钠镁铝、锰、锌、铬、铁、钴、镍、锡、铅、锌，铜、汞、铝、铂、金，对不对？铜、汞、铝、铂、金，好，铜、汞、银、铂、金，好，你大概画一下哈。来，原则上，例如假设贝斯钙钠。镁、铝、锰、锌、铬、铁、钴、镍，到镍这里画，请画一条线。例如假设，哦，例如假设贝斯、钙、钠、镁、铝、锰、锌、铬、铁、钴、镍这些的硫化物，哦，这些的硫化物之，这些的硫化物，例如假设贝斯、钙、钠、镁、铝、锰、锌、铬、铁、钴、镍这些的硫化物呢，遇到酸加上酸，它会变成 H2S， 它会变成 H2S， 可是后面呢，锡、铅、铜、汞、什么银、铂、金这些的硫化物呢？这些东西的硫化物加上酸，它没有作用，这样可以懂这意思了吧？
好，那是用到这个表格，也就是说呢，我今天来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例如假设贝斯盖纳酶是到酶这边，这边是硫化物，是不是刚好是 1A 跟 2A， 所以硫化物都不会沉淀。也就是说呢，来我们快来讲一下，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这边。也就是说，各位可以看一下，例如假设贝斯盖纳酶什么磷某什么锌铬铁钴镍锡后面的我就不再写了。例如假设贝斯盖纳酶，再讲一次，先听一下。例如假设贝斯盖纳酶，这些刚好是 1A 跟 2A 的离子，这边的硫化物呢？它们的硫化物会不会沉淀？硫化物是不会什么沉淀的，它们硫化物是不会沉淀的。来，再来呢，铝、锰、锌、铬、铁、钴什么镍，到镍这里对不对？这里的硫化物呢，我说过，它们本来是应该要沉淀，因为它们不是 1A 2A， 是应该沉淀。它们的硫化物呢，可在什么？在碱中，在碱性之中，在碱性下它会沉淀，可是酸性下呢？酸性之下它就不会沉淀，为什么？因为它跟酸会产生谁？是硫化氢，是硫化氢。可是后面的这些锡、铅、铜、汞、铂、铂、金这些的硫化物是，它们的硫化物是。不论是在酸中也好，在碱中也好，都怎么样？它在酸中还是在碱中均什么沉淀？因为它们会不会溶于酸？不会。这样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再讲一次，例如假设贝斯盖纳酶到酶这里的硫化物是那是 1A2A， 所以它们的硫化物会不会沉淀？不会。铝、锰、锌、铬、铁、钴、镍这些的硫化物。刚好他们遇到酸会产生 H2S， 对不对？所以沉淀下来遇到酸马上就产生 H2S， 又溶掉。所以说他们在什么中才会沉淀？在碱性之下它才会沉淀，酸中会不会沉淀？不会。可是呢，后面的锡、铅、铜、汞、银、铂、金他们是遇到酸跟碱都沉淀，不会溶于酸。这样听懂了吗？它不会溶于酸。也就是说呢，这些的硫化物不溶于酸，它不会溶于酸。它这些的硫化物呢，硫化物呢是可溶于什么？它是可以溶于酸中。好，酸性下是叉叉，酸性下叉叉就是不会沉淀了。叉叉的意思是不沉淀，不沉淀，因为它遇到酸，是不是又变成 H2S 气体跑掉了，所以会不会沉淀下来？不会，这个意思不是不反应，是不沉淀，这样听懂吗？是它会跟酸作用，它本来是沉淀，跟酸作用，是不是就变成 H2S 跑掉了，所以它不会沉淀下来？打叉叉是不沉淀的意思，那本来就不会沉淀，对不对？它遇到酸，它会产生 H2S， 这样懂了吗？它本来就，也就是说，再讲一次，前面这些东西本来是就不会沉淀，遇到酸它会产生 H2S， 后面这些本来会沉淀，可是遇到酸沉淀又是不是又不溶？在更后面的这些遇到酸沉淀是有没有加？没有，它遇到酸它不会不溶，这样听懂吗？
沉淀，就是沉淀会不会太浓？不会，酸中碱中都会沉淀，这样懂了吗？在酸中物溶，就是说跟酸作用的，来哪些？第一个，哪些跟酸会作用？铬，是不是铬酸根？铬酸根它本来是黄色，在酸中会变橘色，所以铬酸根的沉淀在酸中就会是不溶。第二个，哪些在酸中本来是沉淀在酸中会不溶？金属的氧化物跟氢氧化物。第三个，碳酸盐的沉淀。碳酸盐的沉淀遇到酸会产生二氧化碳，那再来呢？亚硫酸的沉淀遇到酸会产生二氧化硫，对不对？磷酸的沉淀会产生磷酸，会的氢磷酸氢根，可以吗？都会附溶，可以吗？再来，大部分的硫化物，有些硫化物它本身会沉淀或是可溶，可是遇到酸都会产生是 S2S， 到哪些之前？没吗？镍大部分的，也就是说硫化物遇到酸会产生 H2S 的是到镍之前。例如假设贝斯钙钠镁，这些是 EALA， 它们本来是不会沉淀，可是遇到酸会产生 H2S。再来呢，来锰镁锰铝锰氢铬铁钴什么镍，这些硫化物是在酸中会可溶，然后会不溶，在碱中才会沉淀。后面呢，铜、汞、锌、锡、锡、铅、铜、汞、银、铂、金的硫化物，不管酸中、碱中都沉淀，都不会再溶。这样听懂了吗？好，这是跟酸会作用的，这样四个可以了解吗？我们归纳会跟酸作用的有四个，记得起来吗？记得起来吧？可以哈，可以哈，四个，好。第一个铬酸根，第二个金属氢氧化物，第三个碳酸根、亚硫酸根，第四个是不是就硫化物，对不对？好，再来第二个，好，好，第二个加入少量的。氢氧根，它会沉淀。好，刚刚是遇到酸，现在是碱了哦。加入少量的氢氧根会沉淀，多量呢？过量的氢氧化钠强碱。加入少量的碱，它会先沉淀；加入过量的强碱，又怎么样？又会溶解掉的，这个要背一下。有些东西，自然界有些东西，你先加一点点，它要先沉淀，过量它又不溶。好，哪些东西呢？来，请你写一下。这些东西呢，叫做两性金属离子。好，那两性金属离子呢，有哪些呢？来，请你稍微记一下。锡、铍、铬、铋，好，这两个要特别背一下。铝跟铅，哦，铝、铅、铝、铅，还有锌，还有一个镓。好，这些呢，请你特别注意一下。锡、铍、铬、铋、铝、铅、锌、镓，红色这两个最常考。铝跟谁？遇到少量氢氧根先沉淀，过量又溶解掉。好，那口诀呢？来，这个会不会念？是念什么？锡，
好，这是练习。这练什么？一、二什么 ？B。铝什么？铅。锌。加，好，你可以这样背。锡皮住在隔壁，然后呢，你知道怎么样？其实锡皮住在隔壁很吵啊，你知道一直铝铅什么？锌加，这样接起来吗？锡皮隔壁铝铅。新加接起来吧。好，那最常见的例子，来，我们稍微看一下。好，锡皮隔壁铝铅新加，来，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好，也就是说呢，我们常常会这样子讲，来，这叫什么东西 ？AL 几正？三正，是铝离子。我先加上一些三个氢氧根。好，注意哦，我先加三个氢氧根。三个氢氧根，它会怎么样？它会先变成 Al 什么 ？OH 3的沉淀。那 AlOH 3的沉淀，我再加上一个氢氧根，这时候来这样是过量氢氧根了，它就会变成 AlOH 4 2， 这又是水溶液，它又会溶解掉。哦，它就会溶解掉，这样有没有问题？好，这是加入的氢氧化钠，这是沉淀的量。好，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加了三个氢氧根，好，这是三倍的氢氧根，这时候沉淀是会达到最大量。再多加一个氢氧根，沉淀就会怎么样？沉淀是不是又消失？也就是说呢，这边呢是变成是沉淀，这里是变成 AlOH 3的沉淀。再多一个氢氧根，沉淀又是不是又消失掉了？也就是说，加了三个氢氧根，沉淀是达到最高。再多加一个氢氧根，沉淀又是不是又消失掉了？这样懂了吗？好，考试一下，来第二个跟碱，少量的碱先沉淀，过量碱又可溶，是哪些？两性金属，少量碱是不是先沉淀，过量碱是不是又可溶？两性有哪些？锡、铍、铬、铋，至少要背两个，铝、铅、锌、镓，这是最难考，铝跟锌，这样懂了吗？好，再来第四个。第三个，抱歉，第三个，好，加入呢，有四个哈，加入少量的氨，这叫氨水，加入少量氨水，氨水是什么性？氨水它是碱性的，加入少量的氨水，它会先什么？沉淀，加入少量的氨水，先沉淀，好。加入少量的氨水，它会先沉淀，但过量呢？加入呢？过量的氨水，它又会不溶。好，它会不溶。好，也就是说，加入少量的氨水，它会先沉淀，过量氨水。它又会不溶，它自己说为什么不溶？它会形成一种东西叫错离子，你不用管它，反正你就先记一下。有些东西加入少量氨水是不是先沉淀，过量会不溶？这些东西呢，你稍微记一下，它是一些部分的什么？不是全部，部分的过渡金属，
部分的过渡金属离子。好，部分的过渡金属离子。好，常见的有哪些呢？来，这个要怎么念？这念什么？钴。再来呢？铬。钴。来，这个要怎么念？铬。铬。这个呢？银，银最常考哈，银是最常考的，银要特别注意。银什么？这念铜，铜也常常考。好，钴这个银铜什么？锌还有谁？镍这些离子。好，钴这个银铜什么？锌还有镍。好，看错了，这怎么背？这念什么？钴。可以把它这样子想，钴、铬、铬、钴、铬、铬，可以吗？银、铜、锌、铁，这样接起来吗？钴、铬、铬、银、铜、锌、铁，接起来吧。所以哪些来遇到少量的氨会生成镍，不能氨又铬的？哪些？钴。铬、铬、银、铜、锌、镍，也就是说呢，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叫做银。银呢，我先加入少量的氢氧根，它会先变成 Ag 什么 OH， 也就是说我先加入这个氢氧根，这是氨水，我先加氨水，氨水是什么性？碱性，它这边产生电。那过量的银呢？那 AgOH 加上过量的。氨水，好，过量的氨水，它会变成 Ag 什么 ？NH 三二正，这个先不要管它，它会变成这种东西，它又会怎么样？它又会溶掉，这样懂了吗？这样有没有问题？